猫猫也太可爱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懒包啊。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这一个每一个版本都要来一次的这一个崩坏三版本更新的这一个稍微讲解的这个内容。那这一个版本呢，崩坏三呢，在最近呢改到了这一个 5.6 的这一个版本。那这一个版本呢，很香啊，这个版本很香啊。上一个版本跟上上一个版本，我们不经历了过了这个很多个 S 级的角色以后呢，这一个版本呢，终于来到了一个几乎不需要氪的这个版本，甚至对大氪来说呢，根本氪不了多少的这个版本。那对小氪以及无氪来说的这个版本是可以完全可以直接啊不氪，并且就是闻香的这一个版本。好，那我们就来到这一个版本的这一个内容来吧。这就是这一个版本的这一个猫猫，这个版本呢 5.6 的这个版本叫做往事空梦的这一个版本。那这个版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一个菲利斯啊，我们空梦的这个掠级之兽，非常非常的香，很可爱。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眼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那个眼神跟眼妆很可爱，呼吸就会动。对，他穿超少欸，不会冷吗？他穿超级少欸，好香哦，真的好香，真的好香。而且这一只呢，你只要浓就能够浓到了，因为我们这个菲利斯呢，它其实这一个版本的新角色，那它是 SP 的这一个角色，它主要的定位是在虚数的冰伤辅 C 哦，所以呢，它其实并没有到真的说超级无敌强变，超级需要使用，它是一个 A 差不多总评 A 加等级的。好，值得注意的，它是异色瞳，它的两个眼睛其实是颜色不一样，一个是比较浅蓝，一个是比较深蓝色的。那它在 5.6 版本的往事乐土里面呢，表现非常的亮眼。好，它基本上是比一些初始 S 还要亮眼啊，因为作为音节，它可以做两个专属的这个刻印，它可以大幅度的去减少大家的这一个凹度。作为这一个乐土商店的那个老板娘啦，它是真的是相对比较强一点哦，在乐土里面很强啦。那这一个 SP 的这一个角色呢，它的获得方式就有很多种了。好，它可以用星石的商店挑战军备以及冒险委托，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活动补给啦，活动补给可以抽啊，非常香啊，超可爱。那这个版本呢，除了我们的新的角色以外呢，好，往事乐土呢变成了是全 3D 的。好，这也是我一直都很佩服崩坏三他们这个技术力哦。你自己看，我读进去这一个画面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读取的，有没有看到？干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他到底怎么办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有几十 GB 的更新档的原因吗？干，太扯了吧！他点进去就直接进来啊。现在的往事乐土呢，能够让你这次直接这样子进来，所以你可以很近距离的去看你的这一个所有的角色啊，也可以去看你们最想要看的东西。我知道你们最想要看的东西在这边。肯定这是你们最想要看没错，这一次的往事乐土的界面呢，已经变成是全 3D， 你可以在大厅里面看到音节的模型，甚至是一店的这一个胸部、哦、那 UI 跟挑战模式都有稍微的变化，大家在选择难度以及挑战失败的时候，都能够更容易获得它相应的这一个奖励。剧情打通的时候，也会这个新增多位音节的这个 buff， 还有更多样化的这一个刻印的去做的选择。那在这个版本里面呢，会有一个无心之夜跟神州兼行记的副科啊，打了可以获得一个差不多五星弹池强度的一个新弓箭。那还有两个造型，一个是我们的渡鸦的造型。好，维勋时光的这个造型的话呢，这个服装呢是1380礼包币。那另外一个服装呢，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这个我们樱桃炸弹的这一个八币尺狂热。这个的话是打乐土免费送，好，很香，很可爱，这个。它还有尾巴的洞，这个也好色哦。这个造型很有趣，这个造型很有趣。它所有的动画都有变，它所有的技能动画都有变。哇，丽塔，你刚刚那个动作过分了吧？好，我们去玩一下猫猫，玩猫。好可爱哟、哦，它好晃哦，它是历来所有角色里面最晃的，不开玩笑哎。不是，我要说这个胸部太不真实了吧？但好香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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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夸张了吧！去吧，罐头，砸扁他们！他比赞也太可爱了吧！准备开溜状态，什么叫做准备开溜状态？这只真的好香哦！这只真的好香哦！哇，好翘！来看一下猫猫打起来的感觉。
好委屈的声音呢、啊！打那个 buff 好屌哦！跪下 ！buff 好屌、哦！无限开大也是因为包的那个 SP 加成，还有全队的 SP 的那个回复啊，敢让他大绝开到底！他必杀技会帮全队回大量 SP 啊！好，那基本上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量级的一个版本，就让大家可以好好去玩这个往事乐土活动的部分，就只有这个复刻。然后呢，就是补给了。这个版本的补给呢，在活动补给的部分呢，当然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控梦，我们的菲利斯。那这个角色呢，25抽以内必定出。那每抽10连呢，他就会再给你这个碎片，每个10连他会给你10片碎片，后面是20连给一次，20连给一次。好，总共会给你100片的这个碎片，所以基本上对于大佬来说就是抽满100次。特殊补给的部分呢，就是有这个算是菲利斯的搭配的专属圣痕跟武器。那武器的部分比较特别，武器的部分因为它可以超限，所以武器的部分算是最实在的。好，因为基本上它是能够让冰伤的必杀技能冷却降低 30%， 然后也有配合到菲利斯的他这全队的 SP 回复。啊，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其他角色必杀技的 CD 不会跟不上这个 SP 哦。那基本上这个武器要的话就是要超限。对大佬来说的话，这个版本就是把这个商城里面的礼包买一买，所以这个版本算是礼包币最缺的一个版本哦。如果你要买这个礼包的话，那很多东西都是买给下一个版本去做使用的，因为下个版本开始又有 S 级的角色了。那对于吴克跟小克来说的话，这些角色不是必备。好，用浓的慢慢浓，武器的话可以考虑要不要抽，因为肯定在未来如果有玩崩山的玩家都知道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角色。好，那我们的话呢也就很简单嘛，因为我的账号毕竟还是这个大客玩家的这个账号，大家也都想要看到的是抽卡。那我呢自己呢啊，怎么可能会不想抽，那我们也就是把礼包给买好买满。家园礼包的部分我考虑一下，为什么我在想家园礼包的部分，是因为这个版本呢云墨进家园池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一个版本里面你以前有一些角色没有满的人呢，你可以去抽家园池，所以待会我们这边也会抽一下家园池，因为我星级这边是没有满的，然后我的这个云墨也是没有满的，这个算是我账号里面少数几只没满的啦。那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先抽猫猫，猫猫比较可爱，先抽猫猫，我们看100抽啊能不能够把它抽满啊，就来了吧。10片好舒服哦，10片大小，刚刚那10片大小太屌了吧。11片啊，逆神巫女很舒服很舒服，再来再来再来。妹妹讲，今天吃了什么？吃了卡哇伊。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接下来不是啦，明天再努力。啊，那 boss 哇，那你 boss 现代？哎 ，boss 天才。嗨嗨 ，nice nice 天才。哇。